消失幕前近一年的朱晨丽，早排在开心大众艺首播上火拍刘佩月和邓佩仪，日展舞技预告回归啊！在消失的日子入面，蔡思贝和高海玲等的花旦都争取机会上位，处处明显让蔡。最近佢就被获派演出《巾帼枭雄四》，饰演黎耀祥的妹妹，仲同罗子日有段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，暂定八月底北上。去到横店准备和开镜，日前就见到猪猪独自现身母校演艺学院的门外，戴住口罩的佢似乎唔记得因为疫情学校唔对外开放，由保安递出一沓进修课程单张俾佢，之后佢就行到去附近嘅艺术中心，入去拎咗啲演出小册子睇下，然后又去到附近嘅 coffee shop 坐低饮果汁休息。我哋问过猪猪，原来佢唔系消失啊，系公司原本安排咗佢翻内地拍综艺节目，但因为疫情迟迟都未能成行，剧组又不可以用它，现在趁有时间就要报下课程进修了。哇，看来它真的状态大用。